大家好，我小鱼。现在呢，我们是已经来到了澳门啊，然后到我们住宿这个酒店。本来想给你们看看我们住宿这个酒店啥样的，结果来呢，现在还办理不了入住，得3天以后。所以呢，我们打算先去吃饭，吃完饭之后正好回来办理住宿啊。然后现在去找吃的，看看咱们在澳门的第一餐吃的是啥。说前面有个街，然后那一趟都是好吃的，咱们去溜一圈看一看。我想说一件事，就是澳门太舒服了，太凉快了，给我俩都美坏了。但是呢，帽子戴不住，风大，一会儿回去换发型。我们最后选定这家啊，感觉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别地方都挺贵的。走，一个比较老式的餐厅啊，这是他家的菜单，这个他们的价格。我们俩点的套餐啊，他是点的这个，我是点的这个，这个是我俩来澳门的第一餐啊，找了个茶楼，吃了个下午茶。这是，我是奶茶凉的，它是热的。然后我这个是猪扒包，你这个是什么包？多士，都是猪扒包。多士啊，多士就是煎吐司啊。好吧，吃完了，然后这是我们花的钱，用微信就可以，看到没有？这一顿饭花了89.03。嗯，它下面有这个汇率，看到了没有？99澳门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这些。